那老爷子没少买啊，他就爱吃咱家这干豆丝儿。哎，这下午这酱黄瓜呀、小茄子，这都弄点儿，这不够卖的吗？不够卖也比剩了钱好。下午多拌点啊。剩了就怕酸呐。哎，秀儿回来了吧？ 回来了，哎，老郑，老郑，你看好回来了，这，哎呦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来了，你们就别在门口站着了，进来坐吧。对对，快进来啊！坐坐坐。好，哎呦，你让妈看看你遭罪了吗？ 在那里头，他们打你没打你啊？哎，怎么问呢？能打吗？那你看看我少没少什么呀？那让妈看看，没有，什么都没少。你看看，没看出来，没少。那就对了，我呀，什么都没少。 连一根汗毛都没少。我这没问题了。没问题了？是他们抓错了。没抓错，怎么把你给放出来了？嗨，我们啊，在检察院立案之前就已经坦白了，把钱都退回去了。哦，没事了。真的？你还不相信啊？ 是不是我回来你们不高兴啊？哎，不是不是，你回来，妈哪能不高兴呢？都快哭了。高兴就好，高兴，咱们今天就喝点酒啊，我都给你们倒上了。来来来，那喝酒，别急呀，我妹妹不是还没回来呢吗？等等她，咱们宁辣一群，别辣一人，对不对？好。秀回来了，秀啊，妈。 你看，你姐姐，姐，怎么了？我回来，你是不是很意外啊？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，等着我判刑呢吧？你看你说的姐，我哪能那么想啊？那我回来，是不是让你失望了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我失望什么呀？真高兴。 真高兴，高兴就好。高兴才是我的亲妹妹，快来过来坐吧。今天高兴，我请你们吃涮羊肉啊。为什么是涮羊肉啊？咱家今天有两件大喜事儿。两件喜事儿呢？第一件喜事儿呢，是秀儿啊，当厂长了。 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哈，我从检察院出来的时候啊，碰见何大头，他媳妇儿了。他媳妇儿说，你们厂今天选举新厂长，你当选了。哎，是真的？是，没事，这当厂长，这可是好事，天大的喜事！来来来，哎，喝喝喝，喝一杯，喝一杯，来来来，干，来干，哎呀，好事儿啊！谢谢。 这第二件喜事呢，就是我被建材公司开除了。哎，什么？开除了？啊？这就叫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啊！不追究我刑事责任已经算不错了，开除公职当然算是喜事了。怎么样？是。你们这两个姑娘还行吧？ 一个上了天堂，一个下了地狱。怎么样？来，为我这第二件喜事儿干一杯吧。不是，那个，这酒杯太大了，妈喝不了。
白酒，不能多喝。姐，你也知道，我平常酒量就不好。哈，没事儿。你们要不干的话，没关系，我自己干。啊。妈，我从小到大呢，你对我最好。姑娘今天有喜事儿，这酒你怎么能不喝呢？不是，喝不了没关系，我替你喝，啊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少喝，少喝。爸，爸，你平时酒量就不好，喝白酒还伤肝。你不肝，我不怪你。但是姑娘有喜事儿，这酒你也不能不喝啊。没关系，我也替你干，啊。好。好，你也不能。笑，咱俩今天都有喜事儿，看出来爸妈对谁好了吧？你老说爸妈对我好，我有喜事儿他们连酒都不喝。其实啊，他们最疼的是你。今天姐有喜事儿，这酒你也不喝，不喝没关系，姐替你喝。姐，你别喝了，你喝。你真的别喝了。姐。本来我今天高兴请你们吃涮羊肉，可是我现在不高兴了，所以你们谁都别吃。哎，好，还留吗？啊！好。嗯，行。哎。哎呦，别动啊！没动静了吧？啊！哎呦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可能睡着了吧？哎呀，我以为他这次回来得大闹一场呢。桌子都周了，还不是大闹啊？你说好，这孩子就是啊。哎呀，
一天到晚的阴阳怪气儿的。阴阳怪气儿的，咱们也惯了。他发的哪门子脾气啊？啊？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想的。也难怪呀、啊，是工作都没有了，往后就整天在家待着。你说能不着急上火吗？爸，又上火了。没事。秀儿，今儿怎么放学这么早啊？哦。我跟那儿坐着也听不进去，所以就干脆回来了。我姐呢？在屋待着呢，我们也不敢进去。秀儿，待会儿你姐要说什么，别理她啊。我知道妈，你放心吧。姐，还没睡呢。把灯关上好不好啊？那里边遭罪没啊？还好。啊，妈，你身体好了吧？啊，妈没事儿，妈挺好的。你一出来呀、啊，妈病就好了。嗯，哟，包馄饨呢？不说中午不回来吃饭了吗？没包我那份儿啊？我饿死你！嘿。你还不舍得呢，哎妈，许辉回来了，我中午去看看他去。不许去啊！去了那说什么呀你？哼，笑什么笑？我说话你没个态度啊？我笑你是越来越厉害了，我怕你还不行啊？你这个二丫头啊，是心眼越来越多了，现在不跟我顶嘴了哈？哼。你还盼着我跟你顶嘴啊？你现在不顶嘴了，你就回避比顶嘴还可恶。嘿妈，那你也太不讲理了吧！我跟你顶嘴也不行，回避也不行，那你想让我怎么着啊？听我的话呗。啊，唯命是从。那倒也不是，让你什么都听我的，那也不可能。你都是大人了，是不是？当厂长了都，哎，秀儿，你说你当厂长了，那些工人听你的话吗？妈，我这厂长可是大伙儿选出来的，你说他们听不听我的话呀？那倒也是，他肯定得听。哎呀，你说我就看不出来哈，你这黄毛丫头怎么都当厂长了都？
我在你眼里啊，什么时候都是个孩子，可是其实我也不小了，我都23岁了。那倒是。哎呀，你爸呀，那时候就说，将来秀啊肯定有出息，我还不相信。你看现在23岁就当厂长了，那要是到了33、43、53，到，哎呀，到那时候你当多大的官啊？跟你说，妈这回啊，就等着跟你享清福了啊！能有你那么算的呀，妈？不过妈，能让你享多大的福，我不敢保证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。我什么时候都不会给你丢脸，嗯，这妈信。哟，姐你在呢？我不在，我上哪儿去？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呀。不是，我们就是闲聊天呢，闲聊天。对啊。什么叫你不给妈丢脸啊？谁给妈丢脸了？啊？谁给妈丢脸了？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是那个意思，是哪个意思啊？郑秀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自己聪明，别人都傻。你这个厂长是踩着我的尸体当上的，知道吗？这笔账会记在你头上的。少吃点盐，没事老闲聊天儿。别理他啊！一会儿妈给你煮馄饨去。啊！等着妈啊！大哥。哎。来。哟，秀来了。尝尝我妈包的馄饨。啊，好。我来吧。啊，我来。哎，不用。啊。你还能有我弄得好啊？啊。哎，你把这水倒了吧。哎，蔡姨，哎，辉哥真好，我都没给我妈洗过头。辉子，孝顺。蔡姨，你有福气。我有啥福气？蔡姨，病强点没？没有。我怎么觉着还越来越重了呢？不能干活不说，这走道都费劲了。哟，那得上医院好好瞧瞧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哪来的钱呢？上医院检查身体花不了多少钱。算了，停几天就好了。行了，说好了，真漂亮。妈，您回屋歇着吧。来，我扶您过去。不用不用，你们俩说话，我自个儿慢慢走行。嗯，蔡姨，那你小心点。秀儿，我听我妈说，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你经常过来照顾她，而且还帮她扫大街什么的，我得感谢你。你别感谢我，我还得谢你呢。你不恨我就不错了，我给你惹这么多麻烦。没有，现在看来啊，你和苗春雷打这一架，可是把这事儿给打出头来了。你们两个不是给我惹麻烦，是帮了我。要不是你们两个惹这事儿，何大头也不会被绳之以法，我呢，现在可能都没工作了。就是你和苗春雷吃了不少苦。嗨。你不是也帮我了吗？哟，妈，哎，不是让您老在楼上歇着的吗？您怎么又下来了？我来透透气。来，您坐这儿来，坐着。哟，喂，喂，子啊，喂，回来了，郑叔。哎，赵姨。辉子啊。哎。瘦了哈？瘦了吗？瘦了。没怎么瘦，还那样。赵爷也能下地干活了啊？干不了什么重活啊？一看见儿子回来，就
高兴，一高兴，好了，借你的吉言吧。不是有句老话说吗？人逢哎。师叔怎么了？这是，来，王爷，我来，哎，慢点，梁子，老雪栓，别跳了，哦，来，慢点，梁子，背起来吧，啊，背回去吧，啊。来，慢点。上。哦，脸又掉了。慢点。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慢点啊。你给扶一下，我弄点枕头。坐好了，你故意呀？你扶住了呀？吃。来，吐纸上，快！什么你啊！你往哪儿吐啊你！你故意是不是？简直是！哎呦，妈，你态度好点行不行？我态度怎么了？我态度还不好啊！简直是岂有此理！你说刚才那一幕啊，多精彩啊！全院的人都看着你啊。以前耀武扬威的区经理被人搀着，半身不遂，嘴角歪着，啊！你威风哪儿去了？你本事哪儿去了？啊！没有人看咱们家的热闹，没人看，哼！他们不幸灾乐祸才怪呢！你说以前咱们院里头就咱们家生活的好，现在好了，啊！不乐才见鬼了，屈正云。你自作自受，你哎！你说在医院的时候，你还让我滚蛋。你找那女的去啊，你找那相好去啊，你怎么不找她去啊？你回来干什么你啊？啊！你说她回来干什么？找那女的去啊，找那王八蛋！你别弄我！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怎么过分呢？她才过分呢！啊！你说你往我手上吐，你不是故意的吗？你啊！她已经这样了，你没有一点同情心吗？我怎么没同情心了？我同情她，谁同情我呀？我在这个院里头，我是抬不起头来了。我这日子我怎么过呀？我他已经这样了，我们能不管吗？你是他儿子，你伺候他，我没法管了。杨玉山，你就是我最大的仇人，我一定要跟你斗争到底。行了，别说了。咱俩，你爸的这辈子活就不完了。爱我呢？妈，回来了。那边哭什么呢？屈叔病了，脑血栓。
可惨了，连鞋都提不上了。当年你姥爷也是得的这病，不好治呢。这么严重呢？好好一个人，一转眼儿就成这样。我看看。哎哎，别去了，人那屋乱着呢，你去了说什么呀？听你妈的，别去了啊！你累一天，你先歇会儿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赶紧洗洗手，给孩子热饭去。向阳哥，秀，据说他病了。啊，病得重吗？嗨，看起来挺严重的。这事儿是由我引起的，我这心里真的过意不去。秀儿，你可不要自责啊，这事儿怨不得你，和你没什么太大关系的。可是毕竟是由我引起的呀。没有你，他们也会出事儿的，只是早晚的问题。行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来，辉哥，走一个啊。辉哥，你跟秀的事儿怎么样？没戏了。怎么就没戏呢？辉子，你没出来那几天呢，人家秀天天到咱们家来呀，有时候还帮我扫大街呢。我看这孩子跟您还是有那个意思的。你看，咋样？你不信我的话，那你得信蔡姨话吧。秀儿天生乐意助人，我是因为她进去的，就说这事儿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像我妈这样身体这么不好，她也不会不管。这说明不了什么。那天她还来帮我洗头了呢，这小手给我这脑袋上啊挠啊挠啊，哎呀，你别提多舒服了。妈，秀心眼好，您老又不是不知道，您可千万别误会了。辉哥，你要觉着跟秀一点戏都没有了，我再给你介绍一个。憋死我了！你怎么在这儿？病了？没有。找我有事儿吗？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。现在哪有心情啊？你拿的什么东西啊？买两本书，看怎么能护理我爸。你爸说病得挺重的，不是挺重的。你爸病成这样，你就没恨过谁啊？恨谁？恨我妈？你妈是挺可恨的，出卖自己丈夫，你这样的女人就应该千刀万剐。说话注意点啊，那是我妈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恨谁啊？正好啊，你有没有想想，如果你行得端、走得正，你会有今天的下场吗？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有，我活该，我倒霉。可是她是我妹妹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你有听说过亲妹妹把自己亲姐姐弄成这样的吗？
可我听说的是啊，哎，人家秀啊，并没有打算整垮这个何大头，是那个工人啊，苗春雷，他领着人去的，事情才败露的。你怎么能把所有的责任推到秀的身上呢？他要早一点听我的，事情会这样吗？早一点听我的，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吗？再说了，苗春雷带着工人去，你怎么就知道他不是秀事先安排好的呀？秀不是那样的人。哪样的人啊？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当然向着他说话了。你说这些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可说到底，你爸能变成今天这样，都是秀一手造成的。你还不说他，还包庇他，你怎么被他迷成这种程度啊？太夸张了吧你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秀和我爸是两回事儿。我爸那叫咎由自取。呸！有这么说老子的吗？不孝子。你爸那叫咎由自取，那我是什么呀？活该倒霉，还是也是咎由自取啊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怎么说话呢？王八蛋！你才王八蛋呢！你说话注意点。你干嘛去？你管得着吗？给我站住！给我回来！你干嘛去啊？你是不是要去找郑秀？哎呀，我倒水喝。我问你，你恨不恨秀？不恨。你为什么不恨他？我为什么要恨他？你为什么不恨他？他把你爸害成这样，把你女朋友害成这样，你为什么不恨他？我问你，没有郑秀，你们就平安无事了吗？啊，我爸和那个马红叶鬼混，滥用职权，谋取私利，他被开除被撤职，那是活该倒霉啊。你呢？你利用职权，拉关系吃回扣，中饱私囊，法律没有制裁你，你已经够侥幸的了。你不内疚不反省，反而把责任全推到秀子身上，还要诬告他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种人世上少有，你的灵魂太肮脏了，你别再来纠缠我了，我讨厌你。想都不行了，她是我妹妹，我就是再恨她，我也不可能去诬告她。你怎么一点都不理解我呀？我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你们谁安慰我了？啊，我好的时候我亏待过你们谁呀？我把温暖全都给你们了，可我到了今天，你们谁把温暖还给我一点儿了？我那些朋友现在都不理我，恨不得离我远远的，连电话都不接。你知不知道我快被闷死了？我来找你是把你当成我最亲的人，我想你同情我一下，想让你跟我一起难过一下，一起恨一下秀，骂一下秀，痛快痛快嘴。你就是装也应该装装吧。你可倒好啊，不装还骂我，我要给你把刀，你恨不得能把我杀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想让我死啊？气死我了。我只能在你这儿发泄一下，因为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这些话我只能跟你讲，因为你是我男朋友。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肯帮我的话，良心真是被狗吃了。你怎么不拦我呀？咱不生气了啊！走开！气死我了！关灯！
屈家良对你感情够深的，怎么着？毁了我的工作，接下来是不是要把家良也夺走啊？有什么计划呀？啊？有什么计划？说吧。哦，厂长，这电脑排版一上来，从能力上讲，咱们比别的印刷厂也就差不了什么了。咱们厂子虽然小点，但咱们建厂时间长啊，信誉不错，咱们还是占优势的。嗯，现在的问题是啊，一些私人印刷厂，他们参与市场竞争之后啊，市场有些混乱。一是他们的价格比我们的低，更重要的是呢，他们揽活有回扣。这一点呢，我们是集体企业，没有他们灵活。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我看咱们弄点行不行？不合适，因为到我们这儿来印刷的一般都是国有的企事业单位，比如说工商局啊、税务局啊，或者是文化部门、宣传部门什么的。我们如果搞回扣的话，不是让人犯错误吗？嗯，所以啊，我觉得我们提高效益的手段还是在优质服务。姐，哎，哎，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吧。这是我们厂的于厂长。您好，您好。这是柳厂长。柳云龙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是冯厂长。哦，你好。我是秀儿她姐，好。哦。正好。哦，正好。您请坐。哎，请坐。坐。不用不用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哟，你们这儿还真挺大哈。坐吧，姐。啊。有事儿。啊，对。我来问你个事儿，啊，要么咱回家，下班回家说吧。别呀，我怕我等不到回家了，到时候你憋出点病来怎么办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，我就想问问你啊，这昨晚上我跟家良吵了一架，知道吗？这，哎呦，姐，你看这事儿，咱真的回家说吧，好不好？啊？哎，秀啊，你看你都当了厂长了，怎么这么点眼色都看不出来呢？啊，这要是回家说，我还用上这儿来啊？嗯，姐，不是你看我们刚才正在开会呢，这开会，你觉得你这事儿不跟我说清楚了，你这会还能开吗？好吧，你说吧。有水吗？哦，在这儿。啊，看到了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好。昨晚上啊，我问了一下家良，我说这个，你爸被开除了，又得了脑血栓，哈。这你女朋友呢，也被开除了。我问他，我说你恨不恨秀？他说不恨。我有点搞不懂，这什么茶呀？不太好吧？我想不懂啊，是在这儿。你说要不是因为你把这个何大头搞掉了，我跟家良他爸也不至于被开除。其实绕一圈回来呢，这事儿责任应该全在你。我是恨透你了，可是家良为什么不恨你啊？这事儿我想不通，要不你说说。姐，这是厂里，不是咱家，咱有事儿回家说好不好？觉得没面了？啊？其实我吧，他就是想让你没面儿。你说你把我们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，然后你在这儿风风光光当厂长，他凭什么呀？啊？说吧，说说你跟家良到底咋回事？我跟家良怎么了？我？呦。你看，你激动什么呀？这么多人呢，真是的。
你们啊，可能不太了解情况。这嘉良啊，以前跟他有事儿，但是现在有没有事儿我也不太清楚，所以我过来问问。这很正常嘛，是不是哈？姐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刘厂长，咱们先上车间去看看吧，看看进度怎么样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我们先走了。别走，别走，不用走。我知道，你们是有意躲，其实没必要。我现在啊，被他弄得已经没工作了。以后啊，我天天上你们这儿来上班，这儿就是我新单位。我呢，肯定不跟你们拿工资，不拿，全义务，全义务。啊，多担待，多担待。我们先您坐啊，您坐，您坐。好，你们有事儿你们忙啊。天热，注意防暑啊。姐，姐，你不是成心捣乱吗？你，我捣乱能怎么着了？不行啊。啊，你把我们弄成这样，你在这儿当厂长。要不这样，秀，咱俩商量商量。你觉得我当这厂长怎么样？好，你去问问他们，如果同意你当厂长，我分分钟把厂长让给你。死丫头，要烫死我啊你！没大没小的。哎，崔老师啊，你还没有开会去啊？啊，没有，请假。刚才有个家长来找我，他的孩子不爱学英语，问我该怎么办。哎，开的什么会啊？校长做动员，教育援藏。曲老师，你报不报名？